八爪鱼，老乡，有沫有膏，肉啊，特别的 Q 弹，特别好吃。朋友啊，如果你也喜欢吃八爪鱼，给你看一下咱们家的熟食迷你八爪鱼，回家不需要你做，加热一下即可食用。给你看一下，这一包啊是半斤，这一大碗，一家人啊，它足够吃了。吃过牙齿，吃过内脏，味道鲜香麻辣，肉质啊特别紧致 Q 弹。如果你也想吃，视频下面黄色购物车来上一单，尝尝吧。